就準備展開啦。紅色波衫 Nike 足球哥，白色戰衣 VSA。貌場負責守門員的球員就是五號的陳坤正啊，再來村裡有龜背啊，其實一如很多落後一方的做法啦，找個本身在得面的球員就拿去客串手腦，咁啊希望咧就將佢哋嘅進攻過嚟咧就最大化嘅。呢邊出嚟咗攻方嘅犯規先啊！黎尚許啊！係啊，好多唔該，咪佢啊，咪佢追佢。四強就以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啦，冠軍、亞軍、季軍、殿軍全部都有獎攞啊！咁即係每逢嚟到暑假期間，即係球季即將開羅期間啦，咩啲就食都有咧，就好多最新的足球用品啊，同埋就最新的波衫咧，就是推出㗎。打攞到啲 Adidas 嘅現金購買券，亦都可以去咧就 Adidas 嘅專門店嗰度咧，就換領你哋想得到嘅獎品。要唔要再送翻上嚟？又見到咧就係李俊業回翻轉頭先，繼續有俊業，以後都有梁日，加埋九號嘅球員咧就係蕭志恆，亦都喺度。門先啊！但係真係冇位射，冇辦法。哎，小心小心！我都冇拿我的電話，我温手㗎。
剩下两分钟的开局。上了一个力气大的要射门了。哎呦！哇，两波射了。哇！呢個錯波轉身啊，其實真係細細粒嘅朋友仔先做得更加流暢。呢邊有冇機會？U 十嘅賽事啊，就係有出色嘅，東大隊都有出色嘅防守同埋就門將嘅撲救。再啤啤你先啊！見到阿豪哥咧，你睇得好似好興奮，你點評下兩班小朋友的表現先？我覺得兩個門將好好啊，尤其是嗰邊嗰、那個。我哋係籃球專家，唔係豪啊，專係研究啲人點樣用手去玩運動啊，所以有嘅勝出兩邊嘅門將。跟住仲有機會一支翻上嚟，而家嚟自你進業嘅一次嘅。恭喜啊！上空哇！最後30秒，左邊的季軍，連冠係 Nata 足球科，真係兩。